当可是朝廷之人，胆敢忤逆黄天之徒，休想活着离开！小小鼠辈，看我碾碎尔等！我有不祥的预感，请做好准备。 果然成功战胜了对手，如此孙子便能得救。应龙，这力量名不虚传呐！ 您是将来能平定此乱世的贵人，不可让您死在此处。